作为中国电视剧三大奖之一，金鹰奖一直以来都备受大家关注。金鹰节上，金鹰女神的亮相让人尤为期待，女明星间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。上一届金鹰女神选拔中，迪丽热巴和杨紫冲到了最后，为得到金鹰女神的荣誉，杨紫甚至不惜自己拉票，结果却成了陪跑的那一个，一时间让不少粉丝意难平，甚至与热巴粉丝闹得很不愉快。2020年的金鹰女神投票活动已经进入预热阶段，粉丝们也都摩拳擦掌，准备为自己的偶像拉票。杨紫这次依旧入围了候选名单。今年杨紫与李现搭档的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在观众中呼声很高。这次杨紫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迪丽热巴的老板杨幂，陪跑多年的杨幂让粉丝很是心疼，是要拿下金鹰女神证明杨幂的热度。本次入围金鹰女神的还有杨颖、关晓彤和鞠婧祎，每一位都有很高的人气和粉丝基础，竞争十分激烈。至今为止，金鹰女神已经选出了7届，而每届能选为金鹰女神的女明星都是这两年热播剧的女主角。在迪丽热巴之前就有刘亦菲、李小璐、王珞丹、刘诗诗、赵丽颖、唐嫣先后入选金鹰女神，每一位女神的造型都各有特色，不知道今年的金鹰女神会花落谁家呢？